昨晚在这里露营，莆田市南山广化寺旁边的南湖公园。这前面就是南湖公园，然后这一边手指的这个位置是南山广化寺，非常好啊，这里都是草坪。然后我这下面打了地钉，第一次打地钉啊，本来不知道怎么用的，我就上网搜了一下，打了地钉，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出去了。在这里准备打个两三天嘛，然后我去莆田市博物馆啊什么的，很多地方去转一转，拍拍视频吧。然后这边洗澡很方便，那边的那个厕所可以洗澡。刚才我把防风绳和地钉来用来固定这个三脚架，要不然老是吹风吹老是倒嘛，这样子固定着三个方向就不会倒了，非常完美啊。南山广化寺，刚才问了工作人员大姐，问她有没有那个免费斋饭，她说现在是疫情期间没有免费斋饭，但是在那个外面那个万达那边有一个，她说大姐说在万达那边有个雨花斋，11点到12点有免费斋饭，到时候直接去看一下。先来这里面吃个早餐，有卖早餐的，要收费的。刚才问了一下阿姐，她说在这边有卖早餐的，过来吃这个斋7块钱，这个煎饼是5块钱，这个豆浆2块钱，煎饼里面有这个鸡蛋，这边老板说也属于素的，但是鸭蛋的话就属于荤的。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老板说这个是叫做坚果，跟我们潮汕那边也是，潮汕这种很有些就是叫做果嘛。挺大的这范围，我勒个去，真香啊！哇，我勒个去，好香啊！好的。我勒个去，真香！有胡萝卜，有葱，鸡蛋，应该还有点面粉啥啥的。一口给它搞完，搞不完，好的。喝口豆浆。豆浆好喝，爽。边上酥酥的，爽。太香了，我勒个去，滑滑的，酥酥的。
Wow.